我爸爸要2年多才会回来一次。为什么？你爸爸是做什么的？我爸爸是军人啊。我爸爸也是军人，而且他在外岛当兵，我不告诉你。我们两个爸爸都是军人，他们好辛苦哦，他们好伟大，对不对？抗战70周年纪念是一个不能被遗忘的历史印记。由点灯基金会跟妇联会一同主办的向国军致敬演唱会，不仅阵容坚强，重要的是整场音乐会串起了大时代的故事。哥哥，你大声站回来，我把杜鹃花插在你的胸前。今后无论你在何处，别忘了这把故乡泥土，共享天。